来，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现在已经讲到五蕴的开始，就是刚刚开始讲色蕴，科判叫做色蕴本妙，它这个本妙就是说明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些设法的假象啊，都非因缘非自然。既然是非因缘非自然，是什么呢？就是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就是明相显性啊，把相明区显出它的当体的这个实性，就是藏性啊。经文开头就说：“阿难，比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更无所有。”这是说明好的眼睛看住清净的天空，万里无云啊。是只看到这个清明的这个虚空，唯一情虚而已，没有别的东西。这说明众生本有的真如自性清净本然，与佛并没有两样，所以在万里晴空之中啊，更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真如自性里面当体即空，一法都不可得。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定义烦恼，这一虚空别见狂花，浮有一切狂乱飞香。其人指这个本来他是没有是清净眼睛的人，无缘无故啊，他眼睛不动，眼睛不动对住晴空啊，定就是直视，眼睛直就看住这个星空啊。那么看久了他会劳累，发生劳累的时候啊，就会看到空中有很多空花，所以说定一番劳，这一虚空别见狂花，就在这个虚空之中本来是清净的，可是他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狂乱飞舞的这个金星，所谓空花，花就是花，不但是金星的空花而已了，他还会在空中看到许多的狂乱飞象，浮有一切狂乱飞象，而且还有许多在空中乱飞的，好像这个头发的这个一丝一丝的情况在飞，或者是一点一点的黑点在飞啊，种种情况都会发生，这是因为眼睛劳累了，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而以空花狂乱飞象等来比方我们三界六道凡夫的这个色蕴啊，这个色身的色法也跟这个情况差不多，所以叫做色蕴当知啊，亦复如是。色蕴就是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这个有形有相的色身啊，这叫做色蕴，或者是心意加叫做蕴啊。这个色蕴当体就是这个样子啊。顺着文字一看，可以明白了。至于他的解释，其人无故无缘无故啊，突然之间不动目睛而定义烦恼，这一段话一直到狂乱回向狂乱回向这一段，所有的住家往往啊望文生义，认为这就是崇祯起妄，你看看
这个圆明法师的讲义啊，他解释这一段文第一句就是说，此意从真体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真，这真如自信当体，真如自信当体，所谓自信清净法身，众生所迷的就是这个，诸佛所证的也就是这个啊。而如果是众生久远借来做众生轮回生死的原因，就是因为最初从真起妄升起这个业识三十六处等万这个种种万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发生。这个道理在第四卷佛对富罗奴说得很清楚，我就觉得很奇怪，所有的住家他没有把第四卷的佛对富罗奴说的那一段话呀，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出来，而会说真能升起妄法。假如真能起妄，问题很严重的，那就是变成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好，这个妄法你好好修行，断烦恼，把希望把它去掉，断掉，断掉了，恢复原来的真性，不是恢复全从前的真如自性清净吗？妄就没有了。可是因为这个真能起妄啊，你成佛以后证到这个真性，过了一段时间，他是不是又再起妄了？再起妄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成佛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做众生了？为什么？因为真能是起妄吗？既然从真起妄，这个妄法是从真起的，那么真的当体它就有起妄的这个可能。真既然可能起妄啊，那你现在还没成佛以前，过去是跟佛一样的真，现在把妄去掉了，就跟就是成佛了。成佛以后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这个真又起妄了吗？再起妄，那就问题就严重了，那就是成佛以后将来再做众生，做了众生再修行，修行再成佛，这样子轮转不息，那糟了，那学佛有什么用啊？反正将来还是要做众生嘛，这是开佛的玩笑。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绝对不能这样说。就是起信论所说的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个无名不觉呀、啊，也只是一啊等觉菩萨最后破身相无名的那种情况，把它翻过来看看众生，好像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他并没有断定说众生一定是从真起妄的，所以如果你看成从真起妄，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而且这个地方说从真起妄，将来你到第四卷怎么讲啊？到了第四卷佛对弗罗奴说明的那一段话，说成佛了不会再做众生，那怎么讲啊？因为真既然能生妄啊，那就很危险的，无论你怎么说，将来成佛了还要做众生，这是一个很不合乎情理的话，在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这个话。所以这个从真起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错误，我认为是绝对的错误。而我们看看这个，现在我们这第二卷呢、啊、到了最后只有五蕴的文字了。这五蕴的文字，我们看它起头的文字啊、哦、各位看经文，这里色蕴有这么一段话啊，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定义发牢，这欲虚空别见狂化浮游一些狂乱灰象，声音当之一佛如是。这里有这一段话，看看受蕴吗？受蕴啊，阿难，比如有人守住愿安，白海挑之，复入妄生，性无为身，其人无故与二手掌一空相磨，以二手中妄生色化冷热诸相。其人无故以下的文字啊，他还是一样在解释，
跟这色蕴是一样的，说法相同，都是从真起妄，只是文字简单一点。这色受两种啊，有这个文字。后边呢，看看相蕴，阿难，比如有人谈说刺眉，口中水出，思达悬崖，主心酸涩，想应当知亦复如是。这里面有了，这里面有前面这个其人无故的话，这里并没有说其人无故突然之间嘴酸了就这个想到这个没了，或者是嘴干了想没了，没这个事情。这一开头就是比如有人谈说刺眉，一开头就直接切入正题。再看后边行云，那怎么写啊？比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意约，行应当知亦复如是。这里也没有其人无故，也没有其人无故那一段话。再看诗韵，阿难，比如有人取平切瓶，塞起两空，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是应当知亦复如是。也没有其人无故之话。五蕴里面只有色受两种啊，有其人无故之话，后边三种都没有。可见佛说法它是很活泼的，很自然的，顺其化文之师啊，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这个其人无故的文啊，后边佛自己并没有说明说这就是众生从真起妄，这就是三系六处，没有阿里玛塞他没有这个文字啊，佛自己没有这样解释。那佛自己没有这样解释，你怎么为什么自己加上去啊？这个叫做望文生义。看到这么一个文字这个又是相同了，又是三系六处了，凡是碰到这种文字都这样解释，佛说法他那么死板吗？这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个文字绝对不能看作一定是说的什么从真起妄之类。那么既然不是，他为什么有这个文字啊？老实告诉你，讲话的前头需要这个话来申请后文，就得这样说。听好啊，写文章也是一样的，我这个文章开头需要这样申请这个文字，那么这个文章开头就得这样写，不这样写后边的文字引发不出来。我举个例子吧，各位如果读过古文嘛，古文里面苏东坡的习以亭记，习以亭记他没有一开头就说他的习以亭的这个名称用意，他开头还是从很远的地方写出来，亭以渔民自习曰，古者尤其这于名窝是不忘也。这个只是他要说他的习以亭的开头升起的文字，我这个亭子叫做习以亭，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啊？自喜也，纪念一个可喜的事情啊。那么古人都是这样说的，凡是有可喜的事就把它建立一个名字，然后啊这个定下这个名字以后，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事不忘也，显示这个事情很值得纪念，不要忘掉啊。所以你不能看到这个话就说他的习以亭一定是这样子，那这是他的身体文字，他还没有说到他的正题呀，还有承接说明三个古人的事实啊。周公得我而名其书啊，汉武得鼎而名其年啊，叔孙圣帝而名其子，其其之大小不齐，其事不忘一言，臣
承接上文，转到古人怎么做。朱公得到很好的我，那么他就著一本家我之书，于名其书。汉朝的汉武帝，他得到宝鼎，那么他的年号就叫做元鼎，于名其年。那么这个蜀孙打仗赢了胜敌，那么就把这个打仗赢的这个经过啊，来取他的儿子的名字。可惜的事情有大有小，不整齐，可是事不忘，表示不要忘掉这个事情，这个用意是相同的，然后才转到他的正题啊。于于扶风之名言，此事观测，然后说到他自己建这个洗浴亭的用意。文章该这样写嘛，他不可能这个拿起来就是说我是在什么时候啊我就建了这个洗浴亭的。他是会写文章的人呢、啊、起文章怎么样是升起来，承接这个文章啊，我的意思要怎么样子啊、承接前文呢、啊、来升起，然后转到我的正题，正题说完了最后有总结，叫做和起承转合。写文章一定是如此嘛，而讲话也有这种情况啊。佛要说的深远的情况，他必定要先说有一个人啊，眼睛盯着虚空发牢了，然后升起很多空花，这只是说明空花是妄的，空花无实，空花比五蕴，五蕴是妄的，所以无实，只是要说明这个空花无实，而说明这个空花来源而已，不要死板的就硬是把它拉到崇祯起妄啊，这个三十六出就拉到这个地方来，这样子显示啊只是在望文生义，有的时候断章取义啊，不是这个意思，佛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研究教理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困难，真正要做起来困难的可多多了。而我们不是要批评古人，而是如果没有古人的研究，我们哪里有今天呢、那么我们懂得一点点这个皮毛的道理，也是从古人的注解里面得来的，但是你没有这些注解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思考，也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发现问题我们有看法，需要提出来研究啊。所以以我的看法，这个奇人无故以下的文字就把它看作崇祯起妄，这非常啊不正确，对佛法呀会有不良的反应，使人认为呀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以为啊，现在是因为崇祯起妄而有妄，将来妄断尽了，烦恼去了，恢复原来的真体了，将来这个真体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又在起妄，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道理要等到第四卷佛对富罗那解释的时候再说。但是这个注解里面在这里有这种的讲法呀，我不赞成，我认为不能这样解，这样子解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种的文字是有病的，有毛病，不能用啊。所以凡是看到所有的注家注解经文啊，说是崇祯起妄啊，或者是本来清净的后来升起烦恼，这个都不对。各位想想，金矿里面的金子，金矿里面有纯金，还没有把这个纯金挖出来之前，这个纯金周围啊有很多很多的杂质、沙土啊、杂物，很多混合。你可以说，先有金子，然后杂质才生，可以这样说吗？你知道这个金矿里面很多很多的真金，那么周围的那些沙土
是先有金子后有沙土吗？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这样说，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金矿里面的金子跟沙子它们是同时的，是同时的。既然是同时的，不能说是从真起妄。那么由此以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啊，我们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这个妄法，这个所谓烦恼，根本无明等烦恼，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矿中金情况相同的，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并不是说某一天先有真后有妄，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真妄同时。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学佛做什么？开金矿啊，挖金子啊，但是你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子还是有杂质的，慢慢淘汰啊，等到这个金子淘汰出来纯金的时候，已经成为纯金，它会回到矿里面再成为杂矿的金吗？绝对不会的啊，这个道理在第四卷里面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才到第二卷末，要讲到第四卷呢，可能还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之故啊，我这里要先说明，凡是你看注解看到这个从真起妄啊，不要当真啊，你只把它当小说看好了，哎，看他在写小说好了啊，不要把它当真。如果你当真了，就要出大问题，有些地方是不能当真的。您知道孔夫子在世的时候出来一件事情吗？他的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不相信孔子的人，写了一个字啊，来问孔子的弟子，写什么字啊？真假的真，真假的真，上面直字跟下面那个两笔的八字啊，离得很远啊，直八离得很远。那么这个孔子的弟子看到，那么这个人问他，哎，你是读书人呐、啊？你是孔子的弟子啊，我问你这什么字？那么孔子的弟子说，真字啊，明明是真字嘛。你不认识字算了，你不认识字，你回去请你老师来，你不认识，弄得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孔子请来啊。孔子来了啊，他就问说，你是老师啊，我请问你，我这个什么字？孔子怎么说你知道吗？直八，他不说真的，直八，上面是个直字，下面是个八字，直八。这个人没话说了，他怎么讲啊？你自己写的嘛，你把它离得远远的，我就叫做直八。他没话讲，回去了。那么孔子的弟子就问老师说，那明明是真字嘛，你为什么说直八呀？哎，今天就不能太认真了，懂不懂啊？碰到这种情况，今天就不能太认真了。你太认真了，人家就说你不认识字。跟我一样没有读书，不认识字，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把它看成纸吧，怎样吗？碰到这个从真起妄的文字，就把它看作纸吧，不要当真。当真问题就来了。好，这个话说到此为止啊。本来这个话我上次就说的，可是时间到了我就没有说，留到今天说啊，前后才能连贯，而且花的不少时间。接下去看佛对阿难解释这个声音啊，声音的这个虚妄不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哎，佛对阿难说，你看看这个人看到空中许多狂乱飞舞的花，就是金星呐、啊、满天星啊、你看这个狂花从哪里来呀、啊、不是从空中来的，也不是从眼睛出来的，因为眼睛看到吗？这个花是从眼睛出来的吗？还是从空中生下来的？越这两点来说明啊。经文说，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
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体灭。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这是先解释那个黄花从空中出来，哎，就像这个样子，如是两个字啊，如是，我们说话就像这个样子。刚才我说的这两点，我先说空花是从空来吧，阿难。若空来者，这个空花如果是从空来的，从虚空出来的，啊，既然从虚空出来，它有出就有入了，有来就有去了，啊，那么从空出来还从空入，啊，空难出花，花也恢复到空里面去，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若有出入啊，就非虚空了。虚空没有出入，有出有入就不是虚空。空若非空啊，自不容其华相体灭啊。因为既然是空，不能说它非空，不是非空，它是空，是空，空的当体不可能有花啊，不能容其这个空花在空中升起没落。啊，这个如果你不懂的话，我举个例子吧。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这两句话很不好懂哎。啊，如像你阿难一个身体，注意听啊，如像你阿难一个身体，不能容纳更有一个阿难的身体在你身中升起没落。这样的解释，叠字。叠上几个字啊，像你阿难一个身体满满吗？他这个身体从头至脚满满的，不能容许另外来一个阿难跟你一样的阿难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又升起又灭掉，不能这个样子。这是说明空是满满的，到处都是虚空，虚空不可能生花，虚空不可能有花。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空中有花的话，人人看得到啊，别人为什么没有看到空花呀？佛为什么没有看到空花呀？只有众生看到，所以显示这个花乱舞的花不是从空来啊。既然不是从空来，从眼睛出来吗？从看的眼睛出来，因为你眼睛看到花嘛。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若目出者，即从目出还从目入，目眼睛。假如这个空花是从眼睛出来的，如果是从眼睛出来的话，从眼睛出来它会回去啊，也回到眼睛里面去。这里有问题了，即此华心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去即华空，宣何见言？眼睛会看吗？阿难公认眼睛是有看的作用的，顺祖梵天讲啊，如果这个空花的体性从你眼睛里面出来，所以你看到了啊。那么如果这个花从眼睛出来，眼睛有见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出来的空花也会有见，眼睛有见嘛，眼睛出来的东西也会有见。那么既然有见，去的时候出去在空中，既然变成乱花在空中挥舞，那么旋和见眼，旋转回来，这个空花要回到你的眼睛去的时候，它转头回来，应当它有见能看到你的眼睛啊，空花有见能看到你的眼睛。如果这个空花没有见，若无见者，出即一空，旋当一眼，一就是遮蔽。如果这个空花没有见的功用，出去在空中变成这个空花，好像一件东西在空中飞舞，那是一啊。
出去既然成为一个空法，在空中飞舞成为一，那么它就会在空中现出一个有质的东西再出来，那么它回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也会遮到你的眼睛，因为它没有见了，没有见。空中既然有花，它回到你的眼睛还是花，会把你的眼睛遮住。玄当一缘，回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会遮到你的眼睛，会让你失掉视力作用，会这样吗？不会，不会。那么可见这个花不是从眼睛来。还有一个问题，又见花是目印无意啊，云何晴空好清明年，这个文字都很简单，不好懂。又还有个道理，你看到空中有花的时候，那么假如是从眼睛出去的，这个花已经出去了，那么你的眼睛就没有障碍它的东西，目印无异，你的眼睛应当没有这障碍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出去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好好的眼睛的人啊，他看到晴空，那是清明眼睛才能看到啊，清明的眼睛，好好的眼睛看到都是晴空，并没有花，那么这个好好眼睛它没有空花在眼睛进出，它为什么没有这个空花来遮障它的眼睛啊？怎么不会有空花来障碍它的眼睛啊？所以可见这个花不是从空中啊出，也不是从眼睛里出来啊。为什么这个如果是从眼睛出的话，那个花已经出去是清明年，回来就是不清明了啊。那么那宁可让它出去吧，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它本来不是从眼睛出来的。事故当知圣人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经过上面的说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圣人当时当地是希望的啊。为什么希望啊？像空花，空花无实，我们这个五蕴色身呢，这个色蕴也是没有实体，也是虚妄的，它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前面所说的因缘自然它都配不上用场，实际上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妙真如性，把相拨开显出性的当体，所以叫做圣人当体就是藏心啊。圣人顺着文字解释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这里呀、啊、我们想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初学的人对于圣人的贯空要破除这个我法二执，尤其这个人我执要先破除，我们学佛要破我执啊，就是要从这个破圣人开始，要先从色蕴来破。假如对于色蕴看不破的话，单靠后边四种心法作用不大，所以我们啊真正要用功，在五蕴方面要用功，要从色蕴下手，从色蕴下手，单上面的经文我们这些顿根众生啊，恐怕上面的经文我们不够用，也不晓得用，也不晓得怎么灌，不能得到真实的作用，因为按照前文只是说空而已了，显示它没有实体，因此之故啊，我想关于这个色蕴这方面的道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这个破除人我执的这个帮助啊，要找其他的经文来做帮助。我在黑板上贴的这一张纸啊，就是出在《维摩经》，维摩经方便品第二啊，里面有这一段文，他这一段文的用意啊，是因为老维摩视线有病了啊，因为他生病了，大家都去看病，既然大家都来看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就为看病的人说法，而这一段文是为谁说的？他住在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的国王大臣
还有长者、居士、婆罗门等许许多多的一般社会上的人物啊，去看病。当时维摩居士在毗舍离城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家非常尊重的啊，比国王还要尊重，所以国王都要去看他。那么这个老维摩看到大家来看病的时候啊，趁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说法，跟他们说法的用意就是要他们学习破除我执啊，看着这个五蕴身心不要过于贪着。所以他这一段文啊，文字不算多，我觉得我们初学的凡夫最有用最适用。而维摩经里面谈篇直小探大抱怨那些高深道理呀、懂不懂有没有学到没有多大关系啊。我们在平常要学习破除我执，从这一段文下手。我们现在来研究关于这个色蕴啊。维摩老居士他对当时去看病的人的说话值得我们来学习，做本经所说色蕴啊，要能够看空，要能够破除执着的这个功用啊。在我来看，在我们这些中下根性的凡夫这一段文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不够，不是的，经里面所说的境界太高，那是上根智的人，像阿难，佛对阿难这一类根性的人说的话。各位看看自己比阿难相差多少，他有100斤，我们有没有10斤或者是1斤啊？所以经文所说的，在我们这些普通一般中下根性的凡夫来说啊，是可以说是不会用啊。因此之故啊，我们学佛对这个身体的身见需要第一步先学习破除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文啊有很大的帮助啊。经不一定要全部读，不一定要全部经看完，您只要在这一部经里面甚至最少3-5句，所谓一首句诵，您得到真实的受用，以自己修学佛法里面有帮助，那就是得到真实的佛法受用。否则的话，你就全部经读得滚瓜烂熟，不晓得用，也没有多大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文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当时维摩居士视线有病，他的病不是真病啊，视线的，但是视线有病，他的身体上是真正有病相啊，不是假病，不要看作假。视线是事实有这个事情，但是他是过来人，他可以在身体上有这种病的情况啊，来表现出来，让大家觉得这个病的这个苦恼需要破除这个身见。经文里面我把前面的文字略掉了，前面就是说很多长者居士大家都来看病，而维摩居士就看到这些来看病的人呢，就趁这个机会随应当时的根基而为他们说法。这一段文就是为在家居士等初学佛法的人说这个身体是无我的、苦的、空的，让自己呀对这个身体不会过度的执着，而发生种种的这个错觉啊。所以这个文字我们一开头就从他说法的文字写起啊。诸人者就是对那些来看病的人的尊称啊。世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所修之法不可信也。这里先说这个身体你不要太相信它。世界上哪一个人对这个身体不相信的？个个都太过相信，
所以泰国相信你泰国爱护他，你无论你怎么爱护，可是他还是不能随你的意的。你应当第一要先知道，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无常，它不能够永久存在，啊，一起抱进无常，念念生灭无常，啊，念念都在生灭，都是无常。这个道理在第二卷开头，啊，这个波斯匿王已经说得很清楚。无强，强有很大的啊功能，力量很大。强表示他很强啊，所以往往有人说这个世间强者居之，强的人他就居住啊。可是你这个身体有强吗？众缘和合的东西，四大五蕴和合的东西有什么强啊？一大不调就强不起来了，所以这个身体并不强。年轻的人觉得他很强，可是强到哪里去啊？啊，不见得。为什么？你的力量也不够，无力。怎么无力啊？或者年轻人说我力量很大呀，我可以挑多重的东西呀。我请问你，假如一餐没有饭给你吃啊，最少一餐没有两碗饭给你吃，你能动吗？啊，少半碗饭你就觉得不饱，力量就不够了。你那个力量啊，是饭的力量，饮食的力量，并不是说你自己这个身体有力量。假如没有饮食，没有吃的东西，力量就生不起来了。所以这个力量完全靠衣食的资助，有吃，吃饱了就有力量。我十几岁在狮头山的时候，山上有一位做苦工的老修行，他也是个出家人，不过他做苦工啊，身体很高很粗壮，他从山底下挑这个阿摩陀水泥呀，挑阿摩陀，他两包用挑的，你想一包50公斤，他挑100公斤，从山底下挑到山顶上，不要休息，也不会起床，一气就挑上去了，力量够大吧？你知道他的力量在哪里来呀？他一餐要吃8碗饭。加倍挖崩，而且那个时候山上大众吃饭的碗都是那个粗大的粗碗，他吃8碗，而且他每一碗添的都是尖尖的，像须弥山一样，啊，他到饭盆那边去添饭，饭添好了，边走边咬，咬到他座位已经一半下去了，坐下来啊，接了一个菜酱菜啊，两口就完了，又回去添了。8碗饭，一餐要吃8碗饭，他能挑2包阿摩陀，力量在哪里啊？不是他自己的力量，8碗饭的力量。假如他没有8碗饭吃，他就要生病。有一天他生病了，早上没有起来做功课啊，说他有病，而厨房的饭头师啊，他装了2大碗饭，一点菜，我是个小茶房啊，他叫我说：“哎，你端去给某某人吃。”我说端那么多，啊？他说他一餐吃8碗饭了，这就1/4啊！啊，我端去了，啊，你去吃完了，啊，他在躺在床上，嗯，我说这饭够吗？2碗差不多了，否则我还躺在床上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有8碗饭吃得下去，不必躺在床上。吃2碗饭躺在床上，也就是说吃2碗饭是生病，哎，所以你看这个力在哪里啊？力在饭上啊，崩碗量啊，不是说这个身体有力啊，是饭有力，假如没有饭吃就没有力啊，所以实际上无力。你不要以为你力量很大了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坚，坚是坚固、坚牢，啊，坚实。你这个身体坚固吗？四大所成的身体，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啊，随时随地都有病的可能，不坚固，而且无常随时可以来。说朽之吧，说是快，朽败坏，很快这个身体就会败坏的。
你不要照顾得太过了，而完全把精神放在这个身体上啊，没有好好去下功夫修点功德啊，所以对于这个身体你不要太过相信它，不可信也，这个身体不能相信啊。但是虽然不能相信呢，你不能把它丢掉了啊，因为我们需要借假修真，没有这个假体我们没有办法修行，没有这个身体用什么修行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利用它啊，但是不要太过于啊，对它太过于爱护，太过于相信它，这就会出了问题，所以说不可信也。所以当时那些来看病的人是需要说这个话的，那些人不懂佛法，他们都太相信自己身体了啊，那么应当接下去才详细的说，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这个身体是苦的，有生这苦生呢、啊，啊，这是一大苦海呀、啊。《法华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贼呀、啊。”啊，这个苦使我们身心烦恼不能安宁，而心地上的烦恼更多，更是麻烦，所以又是苦又是恼。尤其严重的人，一生免不了有病。因为老无为谋那个时候他正在生病吗，所以对大家说重病所及呀、啊，去疾，好多病去疾在他身上，他很苦恼，所以人免不了有病的，世间上说没有病的人恐怕很少。俗话有一句话说，张飞都怕病，三国时代最勇的啊，张飞啊，这张飞他都怕病了。张飞有一天呢、啊，他在哪里点点他的能力啊、他说曹操百万大兵呢、啊，他一喝就喝退了，他什么都不怕。那么因此啊，孔明就在巴掌上写一个病字，写一个病字伸去说，这个你看看你怕吗？他一看到那个病字连退三步，哦，这个我怕，我怕，为什么怕他呀？丈八蛇矛没有用。无形无相打不到他，也没有办法免他，说是不要生病，没有办法，他偏偏要来，病先生对你特别有缘，他来了他也跑不掉。所以这个病苦啊，在世间上人生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身体健康的人呐、啊，对于这个病苦好像是想象不出，不晓得有什么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叔家里啊，我的祖母，我奶妈，她好像是一生没有病过了啊。如果家里一些小孩大人如果生病了，有一次啊啊，我哥哥生病了，头痛啊，哎呦头哪痛，他怎么说呢？头哪硬硬都没个不痛，头壳顶顶太疼，哎，他就没有痛过嘛，因为他不知道头会痛的。所以这个没有病的人呐、啊，那是福报太大，太好了，因此这个病苦他没有机会尝到，如果是我经验太多了，比丘常带三分病，我不止了，七八分都有了。因此啊，他接下去对那些听众说明啊，说这个身体那一种的空不实虚妄的这个现象，先拿十种的比方来说。诸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顾，这个顾是依赖的意思，有智慧光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是不会啊依靠这个身体，完全来依靠他，他知道这个身体不可靠的，可用的时候用，不能用丢掉就丢掉，无所谓，他不会完全依靠他。可是世间人哪一个不依靠这个身体啊？啊，所以他说这个有明智者，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光明的人，这个人他不会对这个身体太过依靠，太过依靠就是有问题。因此他说出这个十种的这个虚空相，来说明这个身体不可依赖的意思。
四色如曲墨，不可揣摩。曲墨的墨是什么东西啊？溪水在流，流到一个地方，水上面有很多这个脏东西哈，它到了一个地方，它就聚在一大堆小水泡，那个小水泡里面呢、啊，上面有一点小小小的脏脏的东西，手不去摸它，它一大堆都在那边，你手一去揣摩，没了，啊，现在这种东西也不容易看到哎，很可怜呐、啊，台湾的地方真可怜呐、啊，现在那个小溪流也看不到这种东西。30年前我们这里还能看到那个小水沟流到那个桥下面都会有啊，我有的时候去试试看，它一大堆这个小水泡，就是所谓去摸啊，手一摸没了，一些脏东西在手上啊，所以这个身体就像那个去摸一样啊，显示它不能久留啊啊，不能揣摩它，就是说明这个身体呀、啊，如果碰到一种对它会有严重的伤害的时候，它的生命就会失掉了，所以这个身体是不可靠。第二，视身如泡，不得久立。泡，水泡，我们拿回潮泡来说比较好了解。泡，哎，小孩子会玩那个肥皂啊，肥皂就弄成泡泡啊，吹出这个泡泡来在空中飞啊，那个泡它能停多久啊，能建立多久啊，这个水泡啊，就是肥皂泡啊，不久它就自然就消灭了，所以不能久立。这个身体也是差不多嘛啊，几十年的时间就像这个水泡一样。第三，视身如燕，从坑爱生，燕，阳燕，阳燕呢、啊、是一种水汽，啊，山窝里的水汽呀、啊，啊，地面上的水汽，太阳一晒它升起来，远远看去好像有水，啊，这个山上的鹿子啊，它渴了想喝水，看到远远看去有水，跑到那边没有了。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由渴爱而生的，啊，什么渴爱啊？世间的贪嗔痴，爱着这个身体啊，自己的业缘，父精母血混合起来成立这个身体，就是渴爱，由来受生的时候的渴爱而生真下有这个身体，所以它不能久的。第四啊，视身如芭蕉，芭蕉知道吗？香蕉，香蕉瘦，它里面没有坚实，所以中午有尖。它芭蕉瘦的里面，芭蕉它是一层一层的皮嘛，剥掉一层又一层，剥到最后没有了，没有，它没有中心的尖点，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像那个芭蕉，哎，这个身体地水火风四大，一把它分开的时候，身在哪里呀、啊？所以身像芭蕉瘦啊，中间没有坚实的东西，地水火风假合而成的，如果心理作用离开的时候，四大分散就不可得，都没有坚实的实体。第五啊，视身如幻，从颠倒起，幻术啊，玩把戏的幻术，好像这个变幻术的啊，变起来的，那你颠颠倒倒认为有事实，它变什么你就认为有什么，这是颠倒。我们众生看这个身体认为这是我的，也是颠倒啊，因为有这个我相的颠倒，所以呀、啊、不知道它是幻。您知道它是如幻如幻，没有实体，那知道是从众生颠倒而起的，那就不至于被他所抓，这是第五。第六，视身如梦，为希望见，这个经常讲的了，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都在梦中了啊。永嘉大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我们现在都在梦中，在梦中六道轮回俨然了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好像梦境一样，
虚妄的，没有实体。我们在梦中见到俨然有事实，等到醒来什么都没断啊。第七，事身如影，从业缘现影身体到外边去，有太阳的时候，太阳照的是这个身体，引现出这个身的影子，身体站得正，那个影子就站得正，身体站得歪歪斜斜，影子也歪歪斜斜。这是说明众生造善业得到善的果报是快乐的，造恶业得到苦的恶的果报，苦报那是痛苦的啊、好像影子歪斜啊、这完全从众生的造业因缘而生，因为过去啊起烦恼造业，所以显现出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正受果报的时候，现在正在受报，现在正在受报，这一生几十年中再造业，又起火又造业，将来又是轮回流转。我们众生就是这样轮回流转啊，起火造业受报没有停止的，祸业苦三道轮转不息。第八，事身如响，数诸因缘，响空共回响，深山的空谷里面，你有什么声音，呜，它有反应，呜啊，你用说什么声，它就反应什么声，这个叫做响。我们这个身体跟那个响声相同的，造什么业，如是因，如是果，完全属于自己的因缘果报而成啊。所以现在的受用一切，完全是过去的业力所承担，就是跟这个空故回响相同啊，不能久的啊。所以事身如响啊，属住因缘，完全因缘所生法啊，当体即空。第九，事身如浮云，须臾变灭，须臾是最短的时间啊。据说一刹那有30个须臾啊，显示比刹那还要短。这个身体好像空中的浮云，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个云云彩一样啊，时时在发生变化，很快就变灭了哦。40几年前了啊，刚刚有那个粪射机，飞机刚刚有粪射机的时候，各位知道吗？这个粪射机初初才出来的时候啊，它在空中飞啊，飞到哪里后边就有烟，那个烟呢、啊，它这个绕来绕去，这个烟是好像一条龙，一条龙。第一次刚刚出现这种情况啊，有个地方他说：“哦，不得了啊，龙出现了。”那是什么东西呀、啊？就是那个粪射机粪出来的这个烟。那个烟雾在空中不能一下子消掉，好像一条龙。他说天空中出现龙了，不得了了，哦，以为当时某某是龙啊，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啊、哦！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甚至以为是龙，甚至还有人照相照起来的，我还保存住呢。所以那是众生看这个世间的浮云也是。把它当真，所以才有这个执着，知道它虚臾变灭，很快就消灭啊，所以就不必去过度执着它了。第十，事身如电，念念不住，这个电就是现在打雷呀、下雨打雷之前闪电，细呢细呢哦，细节的都无啊啊，闪电它闪一下就没了，就过去了。念念不住，念指它最短的时间啊，闪一下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它下雨过了之后啊，晚上的闪电都蛮好玩的，带点红色，这个样子蛮好看。闪一下，闪的还比较久一点，而且到处有一点通风的样子。那是晚上不下雨了，单单有闪电，有这么一种境况。现在真的下雨闪电，我现在很担心呢，正在下雨啊，又在打雷，担心什么？最好不要停电啊，
这一停电我就没有戏玩了，我这个戏就玩不成啊，因为这个录音啊，这个电非常重要，所以我看到下一旁的我啊不在乎，最在乎的就怕停电，一停电这个录音录不起来就很麻烦啊，因为这个东西啊等到这一节课讲完了之后，如果说是没有录好要再补，没有办法补不上去，因为你们大家也不可能再回来补的啊，而且我就是补也补得不一样的啊，因此这股变成白纳衣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个身体就像闪电，古人有一句话说光阴如白驹之过隙，墙壁有个小洞洞啊，白驹白马从这个墙壁后面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那个洞洞啊，白马一下子就过去了，如白驹之过隙，很快，那跟这个闪电是一样，很快就过去。我们这个身体，你说几十年、上百年啊，人生实际上啊，人生不满白呀、啊，常怀千岁游，实际上要活到100岁，很不容易的。世界上有几位100岁的啊？啊，人生不满白，可是常怀千岁游，哪一个不怀千岁游啊？尤其社会人，做阿公做阿嬷，他还是享受他的孙子，还享受他的曾孙贤孙，那就是千岁游还不止呢，所以这个世间犹如闪电，这个身体犹如闪电，很快就过去了，你何必执着它？这就说明这个虚妄无实的这个身体呀、啊，不要太过于执着。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呀、啊，要好好的下番功夫去体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然后才有办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的烦恼实在太多了啊。上面这十种啊，接下去说。世生无主，唯如地；世生无我，唯如火；世生无寿，唯如风；世生无人，唯如水。用地、水、火、风四大来比方，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实体，这个身体自己不能做主的。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做主吗？我主宰一啊。如果自己不能做主的话，就不叫做我了啊！因为我们想不要他生病，他偏偏要生病啊！啊，叫他不要老，他偏偏要老啊！人人都希望啊，像观世音菩萨年年十八，可是可能吗？老早就过去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自己不能做主，好像大地，地，他无所谓主不主的。可是众生执着啊，有个主存在，地它无主啊。世身既然是无主啊，像大地一样，世身无我，我是自在意啊。我们也不自在，也不能主宰，好像火唯如火，火呀，它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你在什么地方点燃，它就在什么地方烧。你用水去灭它，它就在灭掉，它自己也不能做主，所以像火也不能自作主。世生无寿，唯如风，寿长期存在，长期存在才叫做寿啊。这个身体不能长期存在，就是像风，风啊吹得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鼻子的呼吸，如果是停止了。这个一生也就是变成最后了啊。世生无人，唯如水，人就是我这个我们这个身体自己不能认为有我，因为它像水，水为什么没有我啊？节制东流在流东，节制西流在流西，在流西，你要叫它流到东边，挖过低洼它就跟着流到东边，要它流到西边，挖过低洼它就流到西边，随你的各种情况而流，它自己没有主宰，所以叫做无人啊。世生不死，四大为家，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实在的，没有实体，
为什么？他以地水火风四大做他的家，四身为空，离我我所，这个身体当体即空，没有实体啊，因为我不可得，没有实体的我，也没有我所有，无我哪里还有我所有啊，所以离开我有我所都不可得啊。四身无知，如草木瓦砾，知知觉，那你会觉得我现在有知啊，我在这坐在这里听经不是有知吗？我如果无知，我怎么能够听经啊？这是你的精神在听呢，心在听呢。如果心不在然，听也听不到啊。这是说这个身体如果没有精神附托，如果没有心理作用，它如草木同朽啊，好像瓦砾，瓦片破碎的瓦片，砾小石子啊。这个身体呀、啊、如果一旦没有精神附托作用的话，单单有这个身体就像破坏的啊这个瓦砾，好像啊腐朽的草木一样啊。所以身如行尸走肉，死如草木同朽啊，这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显示这个身体假的，精神不在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不会起作用了啊。人刚死的时候鼻子没有风，一旦鼻子没有风，那呼吸一断了，什么都没有啊。你打他他也不痛，你骂他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平常听到这个隔壁邻舍在哪里吵架的时候啊，我的祖母就会去劝他啊，发发热一点洗作念，要放下，好好的看开，放下，发发热放下啊，鼻子一点气做人。我们现在这个人就是鼻子有这么一点气，呼吸呼呼吸啊。假如鼻子没有风的话，就不是人呐、啊，那就赶快要抬出去了。所谓人死如虎啊，人死掉啊，比虎还可怕的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身体就是像草木，没有什么作用。四身无作，风力所转，你说这个身体能做什么工作吗？它实际上不能做什么工作。如果没有精神附托，没有风力作用，它就不会有所作为了。例如我们现在如果不是鼻子有风啊，也不会讲经，也不会听经，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能够做些什么，完全靠风力。鼻子不是有风吗？鼻子有风就有力啊，就会做些工作，是完全靠风力在哪里转变。如果没有风力就没有了啊。四身不净啊，味物充满，我们这个身体不干净，所以修五种不净观，九种不净观，身体不净，三十六物，这个经常讲的了，身体本来不净啊，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味啊，脏味的东西，口恶的东西啊，污染的东西充满在身上。四身为虚伪，虽假于超于衣食，必贵抹灭。这个身体它在骗我，你要知道，这个身体在骗我们呢、啊。它是虚妄的，它是伪装的，没有实在的。它怎么骗我们呢？天天替它洗澡啊，啊，如果一天不洗澡就觉得臭得不得了啊，不能不洗澡。按照佛制，出家人半个月洗一次，哦。半个月洗一次实在受不了了，别说半个月啊，到了夏天呢、啊、用汗洗澡简直是受不了啊。所以一直开放开放开放，到最后可以天天洗澡啊。可是你天天帮他洗澡，洗得那么干净啊，还喷上一些香水，他并没有对你说谢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你说谢谢啊？哦，你帮我弄得那么干净啊，你弄了好多好衣服替他穿，哎，穿上好衣服啊、看起来蛮好看的，而且都是流行的啊、一年换一种的啊、天天都在换衣服，而且有的时候一天换三次。穿上那么多好衣服，他认识你吗？
他如果要出毛病，他照样出毛病的啊。饮食哦，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好东西，牛高米甲给这样讲啊。你想要吃东西，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可是最后必归谋灭，他又不认识你呀、啊。你一生这么照顾他，到了最后他还是不认识你，他也没有跟你说撒由那拉，他也没有跟你说拜拜，他更不能说啊，不能跟你说是再见。他说走就走了，您知道从古以来走掉多少人？他不是说走就走了吗？而且没有说就走了，而走的不明不白，无影无踪，走到哪里去？母在呀，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实在不可靠啊，你不要太相信他呀。四生为灾，百一病挠，这个身体是没什么好处的，就是一些灾难，叫我们受的一些灾难。为什么呢？身体是四大所成呢，地水火风四大所成，一大不调，百一病生。有一大不调，就一百一种的病会生起来，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生啊。所以百一病来扰乱我们的身体，经常啊，不是这边不舒服，就那边不舒服。老多苦，从前我也不觉得，过了七十岁觉得就不一样。我曾说过，从过了七十岁以后，你想要早一天很自然很舒服的日子过，很难呐、啊，很难呐、啊。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边不舒服，一会儿脚酸呐、啊，走路不舒服啊，一会儿头痛了，一会儿手酸呐、啊，一会儿这里不好，一会儿那里不好，老是觉得不舒服。所以可见这个身体是一种啊累赘啊。所以古人称它叫做臭皮囊，臭皮囊啊，是皮装的这个很臭的东西啊，没有办法来使它清净的。文字没有说完，我不妨留到下次再讲，尤其下面的四生如秋景啊，为老所迫，这里还有故事呢，这个故事只好留到下次讲了啊。